这个要怎么打嘞？早就好了。
真是，我之前那么辛苦看懂。一级必杀，按住三角形。奴らは突然変わったと言っていたな。うん、ある日レッドからコピーした DNA データを渡すように言われて、それまでは一度もそんなこと言われたことなかったのに。まさか。そうなんだ。それからしばらくしてみんながどんどんパワーアップし始めたんだ。 DNA データを利用したのか。多分ね。詳しいことはわからないよ。レッドは何も教えてくれなかったから。でもこれだけは確かのこと、僕はいつの間にか利用されてたんだ、この能力のせいで。接下来是闭眼观察。不行，救不到，重来，那个救不到。Ready?
没有救到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哦，有有有。啊！再来。那边一定有东西。
哦 ，Hello。哦，我现在才注意到。这过弯呢？这关人质很难救到，你稍微一不小心人质就救不到了。哦，所以我可以操控那个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变回来了，哦，变身力量表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血条下面那个。好，注意到了，感谢你的友情提醒。这变身还蛮有趣的。为什么他刚刚跟我们走在一块？そうだろ、そうに違いない。待ってて、今楽にしてあげるよ。え？あ、是同伴。Warning！Warning！結果馬上就要打了。Can you hear me, Angel？Burn to the ground！Burn to the ground！Burn！Burn！Burn！再来再来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人质是没有救成功的。哦，了解。BOSS 难打的，哦，在下面打。我所以，我等一下要。看一下，
哎，还有一个。我了解，那我再来一次。Try again。土壤是一个集团，看一下这个，哦，那是分身。杰洛，杰洛真的很好打。糟糕糟糕，不小心失败了。不行，他们太会接招了。
一直摇。 跳到也强了，应该用杰洛跳上去，然后再马上换 X 算了。再来，剩下一点点。Arise! Arise! Arise!
还不错啦，有友情提示，所以打的就比较轻松一点。而且我这次挑战难度是普通难度。看一下下一关要打哪一个？Bounty Hunter そのものが変わってしまった。僕の知っている仲間はもういない。暴走豪猪啦！对了，我昨天就有稍微就看一下其他 YouTube 别人的影片，他们的音效也是这样，蛮快的。他们音效也是这样，蛮快的。好，我试试看，按叉，按正方原来我要收集爆弹吗？先救人再说。没拿到，
人质救到就好了。两个啊，剩下一点点。
别再走了，要被。差一点点，不是差两点，是差一点点。又被做，拜。再来。先等一下。